今天是5月4号，然后他这边出了一个新的活动叫我的成年日。他这个活动其实很简单，他说他会告诉你这个经历起他小时候，他小时候他想要的那些食物的线索，你给了带给他，然后你任务就完成了。然后他的奖励就是300个17周年硬币，还有一个白雪人的骑宠。他这个线索说的，它是一种带电的食物。안내를 시작합니다. 목적지에 도착했습니다. 好了，先看到这里。